他只有一只左眼。独眼狐，独眼狐精通玄术幻技，无恶不作。我本以为他逃到境外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境外？没错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师傅。站住！你不能去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圆圆，不抓住他，他会害死很多人的。他害死多少人跟我没有关系。哎呀，那他再来害你呢？我不能看着我的老婆陷入险境嘛。养好你的宠公子，我的死活不用你管。哎，我怎么能不管我的老婆呢？麻烦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只不过是我找来的替身而已。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卑微？我每天热脸贴个冷屁股，给你干这么多事情，到这儿你还是这么嫌弃我？我不干了！你现在走了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钱生来不容易。那我呢？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快，想抱人不允许我们。